感觉我已经有点免疫了，也不会遇到什么事情。对，那我们就回去的时候看看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非常酷的都市传说，它名字叫做《巫毒娃娃》。它是源自于非洲南部的巫毒教。由于这个宗教施法的时候需要用人形的娃娃来作为媒介，每个都长得独树一格，形形色色，蛮狰狞的这样子，所以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个宗教是一个邪教。但是到后来有地球村，大家可以联系，让我们之间隔很远也可以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一定知道你是谁，对吧？如果你藏在下面的人，我会有印象。就让大家渐渐的发现到说，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只有非洲有所谓的人形娃娃，甚至是欧洲、亚洲也有各自的人形娃娃的仪式，而且其中有非常多是正面，比如说守护、治疗、爱情等等一些正面的法术。好像一个传教士一直在讲一些很思想哲学的东西，所以到了现今，巫毒娃娃就很多人自己制造，大部分是用来祈福，坏的话呢就是用来吓唬、魅惑、骗财等等的一些用途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找了一种据说是最灵验的方法，要来诅咒一下我自己。首先呢，需要一个人形，我就是用我刚刚前面说的最古老用的兽骨或者是稻草，粘上自己的一根头发，就刚好一根，接着塞入棉花、红色、紫色、黑色的线，把娃娃缝合起来。因为黑色代表的负能量，紫色代表的是灵性。红色则是代表它的 power， 以人来讲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血液。待会我们把巫毒娃制作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两个步骤。第一个，地点、时间以及人物发生了什么事，巨细靡遗的讲出来。接着再跟巫毒教的神灵绕祈愿，恳求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。再来，就等待结果丰收吧。巫毒教的神灵绕。我跟你请求，待会我将会出门，走在路上，进入前方一座座的山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在里面探险将近十分钟，目的就是为了希望有一颗石头落下来，能够砸到寄生在这个诅咒娃娃的王狗本人的身上。嘣，送医可治，就顶多就送医院，但不要死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要往树林的方向走，对，旁边还有人在打球，在山下的地方。然后预言是十分钟，在这个树里面随便的闲晃，然后看看我会不会真的被这么大颗的石头砸到。如果真的被砸到的话，那就代表我造假，因为这么大颗石头我是没有在这里看过。好，出发吧。这里好黑，几乎什么都看不到。前面有人在骂脏话。都是在吵架，过去看一下，搞不好可以阻止一场吵架。在前面的地方，没人呢，只有一只蝴蝶啊，有可能是在顺带跟大家一起。上次就是在更下面，然后一直走的位置，听到那个女生的笑声。来，有一个人，不知道是不是刚刚那个吵架的人。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三分钟。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没有被石头砸到，继续往里面看吧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做什么挑战，仪式也没有要叫我干嘛干嘛干嘛，是怎么样也都没有，就只希望等一下会被石头砸到。Hello， 下面有人经过，这里又有两条路的选择，那我们往下面好了。我看这里感觉是树林嘛，所以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石头啊、无微不微的东西。往右边上去走这里好了。上走，我想寻找一个看起来比较石头可能一点的地方。对，我现在看不到太刀有任何的东西。现在时间过五分钟而已，我们就继续走下去看看吧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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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有一个像废弃的屋子，是个石板阶梯走上去的，上去有一个荒废的凉亭，看起来超恐怖。我们去那里看看，走。有一点恐怖，什么都不怕，就不要有蟑螂就好。长这样子是一个休息的地方吧，阿弥陀佛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椅子，这上面算是顺向坡吗？那我坐在这边，到底会不会有石头落下来砸到我吧？就在这最后两分钟，坐在这边看看，到底会有石头砸下来。希望这个诅咒是有效的。
现在时间已经十分钟了，完全根本一点事都没有。觉得那个娃娃应该还是没有什么用，回去看看吧。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，感觉我已经有点免疫了，也不会遇到什么事情。对，那我们就回去的时候看看。哇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刚刚有一个人经过，撞到我的摄影机，但没事。对，现在根本遇不到什么东西。原路回去吧。我刚刚坐的这个地方，觉得有一点毛毛的，恐怖恐怖的，赶快下去好了。因为我想到上次吹桶药就在旁边那个地方。对，那如果等一下后续改人，你们看到是在医院的话，记得要帮我妈跟我妈说。好，没有，我们回去见，拜。哦，看到谁的影子啊？刚刚看到一个影子，应该是我自己的吧？应该是我看错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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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下这个地方。破。OK， 大家好，是我们后续改的时间啦。对，那为什么我现在戴着口罩，衣服又不一样了？我影片的最后我是往旁边倒，其实是没有怎么样，我只是摔倒而已，因为走太急了，衣服就脏掉了，所以我就回去赶快弄一弄，然后换了个衣服。至于戴口罩，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刚刚录完之后，整个人松懈下来了，发现我好像有点感冒了，流蛮多鼻水，喉咙有点痛痛的。总归呢，巫毒娃娃似乎是没有什么效力，不然如果它真的有的话，我实在很想拿一根针，然后一直狂挖它鼻子，狂挖它喉咙，这样看一下我感冒会不会好一点。对，直接有自己医治自己的概念。基本上这次就是传说就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了，今天也就不跟大家讲太多其他的东西了，因为喉咙有点痛，大家多见谅啦。那我们等下就先去休息了。今天就是从影片就要知道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喜欢谢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